哎呀，又累又渴，渴死我了都快。哎，这里啊，正好有个饮料机呢。老板，老板，来给我来一杯可乐吧。好的。我要可乐哟。哇，真的出来可乐啦！谢谢老板，我要回家喝可乐去喽。哎呀，我小恐龙啊也好渴呀！老板，老板，我这里啊有一个金币，你给我来个芬达好不好？好。我想喝一个芬达，我最爱喝芬达了，都带气儿的呢。哇，真的出来了！你这也太好了吧！我要回家喝芬达去喽。哎呀，我光头强砍树砍的呀，都快累死我了。我也要喝一杯饮料，我要喝什么呢？我要喝雪碧吧。老板，老板，我这有一个硬币，来，我要喝一个雪碧。好的。我最喜欢喝雪碧了，能不能出来雪碧呀？我天哪！出来两个。都给我出来两个。哇，我一块钱出来两个，也太好了吧！回家喝去喽。哈哈，我臭僵尸也要喝饮料喽！老板，老板，给你一个金币，我要喝饮料喽！不行，怎么不行啊？他们都能喝，我为什么不能喝？因为你眼珠子很害怕，都吓到小孩了，你还吃别人，你还偷别人，还有小鬼啊！我眼珠子真的很害怕嘛。我不会吓到别人了，我不会出来的。小鬼呢？小鬼我要把它藏到里面去，我以后不吓唬小朋友啦。那好吧，你要喝什么？谢谢你，我要喝哪个口味都可以。谢谢你，哇，真的出来了，谢谢老板，我要回家和我小鬼去喝饮料去咯。